丽夫妻现身，因为玛丽穿着打扮比较夸张，被网友说像是披麻戴孝，看完之后一点都不夸张的感觉。还有网友表示，玛丽两夫妻看着像母子，玛丽还是跟潘粤明更有夫妻相啊。具体先上图，近日玛丽潘粤明主演的电视剧正在热播，玛丽瞬间也是成为了热搜人物。剧中的玛丽不管是年纪还是长相，感觉跟潘粤明看起来还是很登对的。不过现实中玛丽的老公可是比她小九岁的小鲜肉哦，两个人已经结婚。这不，近日玛丽带着自己的小老公一起亮相，结果玛丽两夫妻引网友热议。首先是玛丽的穿着，头上戴的跟身上披的，网友表示这到底是穿着什么呀，怎么那么感觉像披麻戴孝呢。虽然不敢苟同玛丽的穿着，但是这一身作为明星确实是有点让人意外了。一旁的老公表情也是很醉人了，很明白很不好意思的感觉。玛丽比老公大九岁，这样看起来确实有点像女子。玛丽长相显老，身材又粗壮，跟潘粤明那样的看起来更有夫妻相，你怎么看呢？玛丽的穿着打扮太奇怪，被吐槽像披麻戴孝，两夫妻被吐槽像女子，你怎么看呢？